我是做学理工的，不是那种口舌生花的那种。我呢，秉着一个实实在在，我用我自己的经验去帮助客户。我在国内读完本科，然后2004年呢是出来留学，我学的是化学。2004年出来留学呢是攻读化学博士学位，先去的美国，然后在美国待了2年。我的导师到 UA 来做教授，我就跟着他过来了。然后继续留在 UA 做博士后。我是在做博士后的过程中找老杨买房，那是2011年，然后接触了房产，老杨帮我把房子买好之后，我就开始考证。2012年初正式加入老杨团队。入行的时候，老杨说这个奔驰最配合我的气质，所以让我去买了一个奔驰车。那之后呢，我们团队的人这个都叫我奔驰哥，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。我暂时想的一个，叫奔驰哥带你看房。